TVBS 想做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对我来讲，我觉得我有兴趣的部分就是说，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某些地方其实还蛮漂亮的，当然我们只是说走到乡下的某些地方，我会觉得说南路哦，这些东西如果不再好好保护，也许就没有了。比如说我们好不容易看到干净的地方，上面有几只原来的候鸟或什么东西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心想说，如果这个地方不再保持干净，这些人、这些鸟、这些原地来的朋友，大概也就不会来了。让我们看一看，让我们珍惜它吧，不要一直觉得说没希望，一直觉得这个地方还是很多漂亮的东西，需要我们再努力，它才可能存在。如果一个忽视之下，它可能明天就没有了。其实我在看他们拍回来很多画面上，感觉也是这样，就是觉得很多东西是蛮熟悉的，可是觉得一个恍惚之间，如果你不再珍惜，它就不见了。我想我在做这样一个东西，在写这样的文稿的时候，都比较偏向这样的感觉，用一个比较感性的方式去处理。那这也是会被这个画面影响，就是那样的心情，觉得珍惜它吧。然后有时候那种感性是来自一种赞叹吧，台湾还是很漂亮的。